什么？用检视就可以变色的枪枪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田山频道，我是梅田山。是的，没错，这一期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角色时刻系列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。是的，你现在看我手上的这把，就是只要按下检视就能变化颜色的真龙月花 Finnaker。过年期间的时候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消息准备要出来，以及他的女角神隐啊，赤霞成龙的这个皮肤啊的外观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好看，而且他有个黑丝袜，只是有。好了，我们看看他的外观，前面其实有三把刀，但是我说了近身刀的时候他没办法用他的枪去刀人，有点可惜，不过他的变化的状况来说已经足够弥补他的独特性了。是的，你可以看他外观来说，他的基本是非常清楚，而且变色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非常好看。但是呢，这把枪你们是喜欢还是更喜欢有悬浮几秒的买虫立场呢？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关注田山，我们下期再见各位，拜拜。